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37品第六段，起句分。又名七觉止，觉是觉了，就是觉悟明白了。分是知分，为此切法，故有指派分际。这切法在我们用功的时候，有时候遇到昏沉，有时候遇到调举，调举就是心很烦很乱，妄念很多，这些方法呢都可以用来对治，用哪一种方法都不一定，所以叫知分不定，什么方法适合就用什么方法。第一个是责法，就是选择方法，它用途非常广泛。我们前面呢所说的，都是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知道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可是佛法的法门太多了，在中国大乘宗派就有8个，8个里面呢还有分派。宗下面还分派，所以这么多法门里头，哪一个法门适合我修？这就不能不选择了。佛陀在世不需要，释迦牟尼佛能观机，一看就知道我们适合哪个方法，他就传这个法给我们。所以遇到佛陀没有一个不得度的，佛总是能满我们的心愿，我们喜欢小乘他就教我们小乘，喜欢人天他就教我们做一个富贵人，希望到哪一个层天他都可以帮我们去。修学大乘的人，这大乘根性，大乘法门很多，决定了契机。可是佛灭度之后，没人替我们选择了，自己没有能力选择，那么要靠佛的弟子。佛弟子必须真正有羞耻，真正有正果，才有这个能力。至少阿罗汉以上有这个能力。如果没有真的阿罗汉，可以说没有能力为我们选择。我们自己必须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涉猎经论，多看看，看看哪个方法适合我，适合我的根性，适合我的生活方式，适合我的环境，修起来就方便。这个是责法的根本意义。
实在没有能力，佛很慈悲也，告诉我后世的弟子们，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，第一个一千年正法啊，持戒就能证果啊，就能得定了，就能证果啊。可是相法时期呢就不行了，人的根性呢比不上前人，持戒不能得定，不能证果啊，那得换个方法修定啊，修禅定。所以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，第二个一千年的，这以后就是末法，末法有一万年。佛说了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普遍为我们介绍的。那我们今天生在佛的末法时期啊，依照中国人的算法，释迦牟尼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，老一辈的大德都用这个纪念啊，现在年轻人用外国的纪念，外国纪念今年是2500多年啊，中国的纪念是3000多年，相差600年啊，这个我们也不必费功夫去考证，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不要紧啊，要紧的无论是照中国算法外国算法，通通是末法啊，这是没问题的啊。那末法时期呢，净土成就啊，这是佛为我们选择的啊。可是在末法时期不知道寻净土的人很多，也许佛这个经文没见过，没听说过，在大集经上讲的啊。那么留下来的经典很多，现在的印刷术很方便，经书很容易得到啊，所以虽是佛门弟子，修其他法门的人依然是不少啊。那么修净土，现在真正学净土的人也不多啊，净土是个特别法门，37道品在净土是叫助道法，就是帮助我们修行。那么净土正修就是真心，真正发愿求生，老实念佛本经教给我们修行方法8个字啊，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说的，无论是上辈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方法相同，无不皆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
什么叫发菩提心？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很简单，讲得很扼要，很清楚。只要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想往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他说得好啊，印光大师读《弥陀经要解》，佩服到极处。欧耶大师这样的说法，才让我们许许多多的迷惑啊，都解除了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乡下的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听过经。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他真相信。他就真想去，每一天从早到晚就这一串念珠一句佛号，他念的能不间断，念个3年5载他真往生了，而且绝大多数欲知是知啊。往生的瑞相稀有啊！那他没听过经呢，不认识字，他怎么发菩提心呢？藕益大师这一解释，我们这个疑团破获了。真心真想往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好啊，讲得太好了。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？你每一天亲近阿弥陀佛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。这个太难得了。所以净土法门称之为一行道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明白了，真的是一行道。一行道我们修了这么多年了，连消息都没有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修的不如法，也就是我们没有发菩提心，我们对净宗半信半疑，不是真心的。想去，但是这个世界有留念，又舍不得走。不是佛讲的话不灵啊，不是的，是我们错会了意思啊，我们没有真干啊，我们跟这个阿公阿婆比差很远啊，他们真干啊，我们不是真干啊，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见过，不是假的。真干真有成就啊！那么这九分里面的，现在讲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这本书，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有12次的翻译，换一句话说，有12种不同的版本。经过这么多年代，宋之前印刷术没发明，经本都是手抄的，所以分量很少，很容易失传。我们12种本子居然有7种失传了，现在保存下来只有5种。在大藏经里面，这5种
经文里面确实有很多不同，有的说的详细，有的说的简略，所以古人看到这个本子，判断，一般常识的判断，世尊当年在世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决定是多次宣讲，不是一次。啊，我们知道，佛一生讲经，没有重复讲两遍的，啊，都是讲一遍，没重复讲的。只有《无量寿经》重复多遍。啊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肯定这个法门重要，要不然不必多次讲啊。现在五十这个五个本子里头，啊，我们不看别的，看愿，有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五个本子里头，两种是48愿，有两种是24愿，有一种是36愿。啊，翻译，如果说一个版本，啊，翻译不同，不可能这个愿文有这么大差别。所以这个判断呢，至少世尊讲过三遍。啊，流传到中国来是三种不同的版本。啊，才会有这个现象啊，要不然不可能的。《金刚经》有六种原译本，你去看，大同小异。啊，原本是一个本子。啊，多次翻译。世尊对这个法门重视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啊，劝导我们要真心，要发心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要认真的念佛。啊，就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不能学多，不能学杂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五种原译本，五种本子读读很困难，太多了，分量太多了。读一种呢，意思不完整，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呢，这个本子上没有，哎，那个本子上有。于是就有汇集的必要了。啊，第一次汇集，宋朝王龙书居士。啊，他汇集，他看到四种版本。唐朝的翻译本他没看到。唐本里面有许多重要的经文，他那个汇集本里头就没有啊，所以汇集就不完全啊，只是四种本子，不是五种本子。那汇集的好啊，《大真藏》里头说了，《龙藏》里头也说了啊，收入藏经就是古来这些祖师大德肯定这个经没有错误啊，入藏流通啊，这被肯定的，因为它不完全，所以清朝嘉庆年间不是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第二次汇集，
啊，这个慧基是五种本质。啊，这个本子我这里有一本。啊，这个本子就是魏默生回去的。啊，当然比王龙书的回得好，厚厚一定胜于前前，他要不能超过前面的，他就没有价值流通，一定比前面好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，夏老居士做了校订，在我想呢，一定是敢校订啊，还是没有办法圆满，重新再回去。啊，是这个本子引起夏老啊决心重新回去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，啊，这是无量寿经第九个本子，这个本子才真正算是完美了。啊，五种原译本里头，经文全在里头，重复的没有了。啊，遗漏的没有。啊，全都在其中，所以称之为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。啊，读这一本就等于说五种原译本全都读到了。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了，我们上一辈也没有看到啊，上一辈的刚出来没多久，本子很少，很多人没看到。啊，那这我们的缘，我们的福报就超过前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的善根，我们的努力、修持，能不能超过前人呢？前人没这个遇到这个本子，也能成就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完美的本子，而不能成就，那就愧对前人了。啊，这个都是在法。啊，本子好。第二个呢，注解好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子，这个注子不是他的注解。啊，前面印的黄念祖老居士注，这个不妥当，应该是集注。就对了，注是他自己写的，这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这里面的注子他是从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书里面精华抄来的，以经注经，以祖师大德注疏来注解这个经文，所以这一部注解他用了多少参考资料的全都抄在这里头，193种，这个难得了。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，他告诉我花了6年的时间了，以后还加修改，啊，加上修改才7-8年呢，啊，完成这部注解，真正了不起，啊，这个注解内容啊太丰富了，简直就是一部小藏经啊，啊，宗门教下。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
全都说的有。我到这个去注解，你就全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缘，啊，跟念老有缘，我们在美国见面，在美国，通电话的，没见面。他在美国访问的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。他回国之后，我没有多久，我就到北京去看他。那个时候，在国外。弘扬大经汇集本的只有我一个，在国内弘扬呢，就是他一个。啊，我们两个碰到了，欢喜。啊，没有人在搞这部经啊。这些年来了，学这个经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国家也承认了。啊，我看到中国宗教部宣布的净土五经、无量寿经，就是夏老的汇集本，欢喜啊！啊，等于说是政府也选择这部经，啊，作为经中主要的一部经典。非常难得啊！所以我们这法选择经典非常重要啊！这一部经我们主修的，其余的不同版本我们可以做参考啊。遇到有经文有疑问的，可以查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先决的条件是断疑生信，啊，对经中决定的信心，啊，坚定的志愿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四念处告诉我们，身心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要贪念呐。四真情。断恶修善，是做人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四如意足，我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说，大家很容易懂：知足常乐。如意就是乐啊。知足才常乐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一生给我们做出榜样，知足，真的知足，每一天到外面去徒步，日中一时，吃饱了，啊，那个地方都是热带，3亿就够了。不必用多了，啊，晚上树下一宿，中国人家搭个茅棚啊，他茅棚都不要啊，树下一宿，记住一宿，不是二宿。那第二天呢，找另外一棵树，不能找同样的树。不准你贪念，哦，这个树大树荫好，我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坐，不行，只可以一晚。
第二天换别的地方，真的知足常乐，做到家了啊！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三餐饭能吃得饱，衣服能保暖，有个小小的地方可以遮蔽风雨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叫如意足啊！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成就前面所说的无根无力。啊，这个才真正重要啊！无根投一个性根，决定相信，啊，精进念定慧。这是我们从早到晚不能少的啊，根增长它就有力量，力量就能够断烦恼，能够消业障啊，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品位啊。这个地方起觉知，我们修行遇到一些困难，用这些方法来对治，等于说这是治病的其中方法啊。比如我们念佛啊，坐着念坐久了昏沉，精神提不起来，换个方法绕佛，我走动走动绕佛，或者是拜佛，身体要运动啊，这都是选择方法，那选择方法随时可以选择。如果心里杂念多，妄念多，我就坐下来啊，我就不动，坐下来啊，把心收回来，好好念佛啊，用定用念用精进啊，对治三乱心，这随时可以选择的啊。那第二，精进觉分，为修诸道法，无有间杂啊。这个要转啊，我们念佛只准有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行，阿弥陀佛也行，不能夹杂别的东西进去。精进啊，精是精纯啊，不杂了，不掺，不夹杂了啊。有人念佛还要念经，还要念咒，这什么杂了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，我编了个扩充本，我看现在个本子不晓得谁加了很多东西进去啊，把一般扩充本一些东西都加进去了，没有必要啊，我编的是前面读经啊，早课读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，晚课呢读32品到37品啊。早晨这个是发愿，读阿弥陀佛48愿，晚课是反省、忏悔、改过啊。32到37，内容是讲无界是身，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读了之后很感动人。啊，一定要
念佛的时间多，不要搞杂了，不要搞乱了，要求精进呐。那加那些咒经咒经就干什么呢？那就是对经中怀疑啊，怕一句阿弥陀佛了，他靠不住啊，他多加一点呢。念一个佛行吗？多念几次不是更好吗？但他就搞错了，他不晓得一门能帮助你得定，杂了多了乱了不能得定，一才能得定。佛经上讲的很多啊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修行修什么？实实在在讲，就是把念头集中。我们平常念头啊，散乱的，胡思乱想。念佛就是用这一个方法，一句佛号的方法，把你这个散乱先收掉。通通归一，一切念头都归一句阿弥陀佛。久而久之，心就定下来了，妄念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这就算功夫得力了。一门深入，那叫功夫。同时学好多门，不叫功夫，没有功夫。一门是功夫，功夫一得力是什么呢？妄念没有。杂念没有了，这就功夫啊！心定了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杂乱心生烦恼啊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不懂啊，这精进两个字你做不到啊！无有夹杂，无有妄想。只要功夫念到这一点，这是人人都可以念得到的，你就决定往生。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最起码的条件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讲的一向专念嘛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念佛，心里面想佛，口里头念佛，什么都不想。要念多久时间呢？我们看古人的净土圣贤录，看近代人编的念佛往生的这些传记，一般大概是3年就成功了，3年还不行，5年决定成功。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啊！他们真往生了，我们在新加坡看到居士林以前的老林长林光平，虽然是个佛教徒，没有时间念佛，也没有时间听经。工作太忙了，晚年生病了，那是他的增上缘，生病不能上班了，躺在床上了，听经，我们讲经的录像带拉回去听，一天听8个小时，他真听进去了，
听完经之后就念佛，啊，他真的发心，念念，告诉李牧原居士，太往生。那个话呢，我相信是真的。啊，可是李牧原就告诉他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居士林的人事不稳定。只要你在，就没问题。你不在了，大家会乱了。所以他又再留了两年。真有本事啊！想多住几年行啊，不成问题啊。啊，他又住两年的时候，他又多听了两年，又多念了两年。啊，告诉李居士，真的要往生了。啊，他的家人告诉我，他3个月前与之识之。往生3个月前，他在一张纸条上，好像写是8月初7吧，八月哪一天我记得不确实了，8月初7，写了10几个，家里人也不敢问，哎。就是那一天走的，看3个月之前，他就清楚。啊，他真往生了。往生前一天，找我给他做三皈依，头脑清楚啊，跟着我念诗词啊。啊，第二天就走。啊，走了之后，那个时候正好新加坡有培训班，啊，短期的弘法人员培训班，这些同学给老居士作念，4个人一班，日夜不间断，这种福报啊！啊，有一天，这4个人换班。回来了，老林长的冤亲债主跟来了。啊，进来就是您的护法神，没有障碍，让他们进来。进来之后，附体就要求皈依，要求听经。那一天正好我在香港讲经。因为那一段时期，我每个月到香港来讲5天。啊，那一边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怎么办？我说赶紧给他们做皈依。皈依之后呢，请他们在居士林听经。啊，居士林这个念佛堂。我们播放讲经的录像带，啊，他们欢喜，就是念佛堂光太大了，他们不敢进去。最后他们提出来在斋堂，那可以行，斋堂给他放了2个电视机，他们要求听地藏经。要求听十三夜道经，啊，正好都讲过，都有带子，啊，播放，大概3个月，他们就离开了，啊，他们说，老林长往生，他们欢喜，他们没有障碍，他们知道极乐世界好，啊，要求听经，要求在念佛堂念佛。都超都完成了啊！这个什么？这就是精进的啊！生病是最好的增上缘啊！平常你心定不下来，你还有杂乱的事情，这一生病就好了。
啊，所以决定不能夹杂。啊，平常用功也不要夹杂。啊，我过去一生没有道场，到处流浪。好在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好样子，他老人家没有道场，一生流浪。哪个地方有钱就到哪里去。我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真学。所以也很安慰。与各地的同学广结善缘。所以讲这东西多，人家要求讲什么，总是满他们的愿。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讲4个月，都是听别人要求，我们也讲了几十部经论，前年2010年，2010年。清明，我把《华严经》暂停，讲《无量寿经》。是看到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灾难太多。现在不能不转。《华严经》太大，这一部经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就是中本华严。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所以大华严我们就停下来讲中本华严，一年讲一部。我们也细讲，讲黄连老的注解，注子太好了。讲了一遍。1200个小时，讲600次，讲完了，接着讲第二遍。第二遍我们用的本子，把我在新加坡过去编的课判放进去了，课注，这就完整了。但是这个。括住啊，住完全用黄连老的，分科，脊柱还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，必须再加以修订，然后就有定本流通了。现在这个还不是定本。总得讲个2-3遍，我们的定本才会出来。可是通通有利益，通通有好处。所以学东西不能夹杂，夹杂不产生力量。唯有真正有力量，才能帮助社会。化解灾难，没有力量是不能做不到的。力量的时候，都是从精进里头，就是不夹杂、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能量就出现了。洗衣觉分为七无真法的欢喜，这个喜是这样的。你修学的法门，
一定要能得欢喜心。如果不能生欢喜心，这个法门跟你不相应。那我学那个东西，学这个东西，如果没有欢喜心呢，你学不会，学不好，一定很爱，很喜欢，你才会全心全力去学它，那就能学成。是法佛法一样的道理。啊，我们学这个经教，如果不是真正欢喜，也不行。所以对经中要生法喜，对极乐世界生法喜，对阿弥陀佛生法喜。法喜从哪里生出来？从经本。所以经典要熟，要透彻。你了解得越深入，你就越欢喜。所以经不可以不细讲。古人根底深厚，人老实，所以讲经啊，点到为止，不需要细说，他能体会。现在人不行，现在心浮气躁，一定要细讲。他有问题的时候，还要帮助他解答，信心才生得起来。有信心，有诚意，真相学，有恭敬心，你才能学得到。印光大师说得好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。那现在问题呢？我们看整个社会，我在外国看得多，学生对于课程，对老师没有成就，能学到东西学不到啊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是几个人在搞的呀？极少数人呢，他们有沉浸心学东西，学科学，科学有成就；学哲学，哲学有成就；学佛学，佛学有成就；学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有成就。沉浸，真诚恭敬。很难呐！没有沉浸，那学的什么东西啊？学的是知识。换句话，钱不够深，智慧学不到。有沉浸，读经。学教能开智慧，如果没有沉浸心呢，学的是知识，学的是文字，学的是表面，也能讲得天花乱坠，也可以著作等身，但是自己不得受用。念佛不得清净心。不能往生，问题在这里他可以做一个专家学者，没问题。在大学教书可以做个名教授，世间法。这是今天学佛难，就难在这个。沉浸心没有真诚恭敬的沉浸心，不仅是对你所学的东西，人有沉浸心，对一切人都沉浸，对一切事都沉浸，对万物都沉浸，一浸一切浸，绝不是我对佛菩萨沉浸，对别的人就不沉浸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你有分别。
你没有学透啊，学透了没有分别了。一分成净，对佛菩萨一分，对人对事对物都是一分。它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对你喜欢的人成净，对不喜欢人讨厌，那这个成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十分成净，十分受护，百分成净就百分受护。所以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这个我们就看到，它得受用了，他真学到了。除觉分，除是断除，断除诸见烦恼。这个见就是见惑，五种见惑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叫住见。烦恼、贪嗔痴慢疑这些，这个东西要断除啊，它常常有啊，一发觉了。赶快就把它放下。什么时候发觉，什么时候就出现了，就把它放下，出就是放下。修兰博士，他来看我的时候，提到他给人治病的方法。他很会用初觉分，他说对自己最重要的，把自己的记忆清除掉。他说记忆不是好东西，这真的，在佛法里头，所记忆的，每回味一次，就又造一次业。无论是善事是恶事，只要你回想一遍，你就又造一遍。所以这个东西清除掉是正确的。心里头没有这些记忆，心里面只有清净，一片清净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他用的方法。替人治病真管用啊。这个治病的理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他就非常懂得用除觉分用邪觉分。这两个他用得好。要断除，要舍离，是我们一般讲放下，两个字都是说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中国人讲心良心的，把自己的良心去装那些乱七八糟的肮脏东西。这个人是愚痴人，没有智慧呀。有智慧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专门去收垃圾？不但呢，坏是恶的东西，不接受啊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善的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恶的是三恶道，善的是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佛教诲用意之深。
佛教我们心里面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除这个之外都没有。断恶，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；修善，也不要把修善放在心上。断恶修善要做，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什么都不放，这才能成就啊！这样念佛，你就会念了。啊，该放下的不放下，到最后临终的时候都成了障碍，在临命终是业障现前，去不了了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尤其是有地位、有财富，啊，有权势，很不容易放下。啊，退休了，聊天，聊什么？都聊他过去那些得意的事情，或者那些冤枉的事情，都想这些。每想一遍，说一遍，就又造一遍业，在天天在造业，不知道念佛了，你说多可惜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幸运，遇到了正法，遇到了善知识。善知识对我们的劝告，我们还不能够做到，还半信半疑。啊，也跟世俗人一样。啊，念过去想未来，全叫大妄想。妄想可怕了，为什么呢？妄想是在造因呢。后头有果报，如果没有果报，那都无所谓了。后头有果报，啊，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，一定要清楚干净。啊，这就对了。舍呢？舍利所见，念着之间。念是你心里挂念的，着是执着的，叫着相。啊，善的境界，你喜欢它；不善的境界，你讨厌它，都是错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障碍你的清净心，把你的心染污了。染污就是这么来的啊！啊，怎样叫不沾污呢？你晓得，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你就能放下了，你不会执着了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弥勒菩萨说的这个话好啊，常常想着。啊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算法，1秒钟，所有一切法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身体这个细胞振动的频率。1秒钟，1600兆次，是生灭法了。1秒钟里头，
1600兆次的生命，念头是这个频率，物质现象也是这个频率。所以佛给我们讲无常啊，世间无常啊，这个世间是讲十法界，不是单单讲人间的，十法界都是这一个频率，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常住，不会变更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那什么是真的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。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到那去小孩慢慢长成大的，不是的，化身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胎生，胎卵石都没有，全是化身，化是变化。啊，那个莲苞、莲花了，那个东西产生变化。那个莲花，我做个比喻，好像蝴蝶，蝴蝶没有成蝴蝶，是个蛹，像蚕茧一样。一个蛹，莲花就是这个东西。进去之后，你看，等它变化完成，再出来了，长着翅膀会飞了，啊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啊，我们在莲花里面就会产生蜕变。莲花一开的时候，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。观经上讲啊，阿弥陀佛的身相啊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又具足84000毫，每一个毫又变84000光，每一个光里头都有化佛。啊，这是说。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的化身，做什么用处啊？到十方世界去戒严众生。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啊，也是无量无边呐。阿弥陀佛，每个人都要去戒他，这他自己发的愿呐。啊，化身去迎接。迎接借来的都在莲花里头，啊，在莲花里就产生变化，啊，莲花一开的时候，跟阿弥陀佛的身相一样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虽然无量寿，他不老啊，他不生病啊，啊，他不需要饮食。就像色界天人一样，啊，他有色身，他没有欲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五欲没有，极乐世界没有，啊，虽然是凡夫去往生的，造作恶业。下下品去往生的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、习气、无欲也都没有了。那就是环境改变了你，磁场改变了你。那个地方，阿弥陀佛的磁场非常强烈。啊，进入他的磁场之后，完全被感化了。
啊，烦恼不要笑，自然没有了。业障也如是。所以你可以待业，带着烦恼，带着业障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弥陀，愿力、修行功德加持你，真加得上啊，真管用啊！啊，是不是到那边去真的脱胎换骨啊？完全不一样了。对，师尊在这个经里面讲得非常透彻，讲得非常圆满。啊，所以该出的要清楚，该舍的统统放下。啊，这对我们现前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念佛不能往生障碍，就是你除不了，你舍不得，不能往生。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。啊，第三个定觉分，觉了所发之禅定，你得到禅定，你这个禅定是在哪一个等级啊？自己清清楚楚，最清楚。啊，世间的四禅八定，你知道你在哪个等级？啊，出世间的，啊，声闻的禅定，圆觉的禅定，菩萨的禅定，啊，到究竟如来自性本定，通通清楚。最后一个念觉分，为四维所修之道法。啊，这个念是念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，法门的原理。根本不出色心而法，法门的理念，法门的方法，啊，法门的效果，法门的成就，样样都知道。啊，这真的叫觉悟啊，一点都不迷惑。幕后八正道，也叫八圣道分，不邪越正，能通越道。这通到哪里？通道成佛。啊，八正道是八个原则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八个是我们的标准。啊，不邪，不偏，不染，这都称之为正。第一个是正见。为能见真理，宇宙人生真正的道理啊，就真相啊。啊，在经中来讲，我们的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
身心契约，持名念佛，求生净土真谛。我们所依靠的真经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。都是妙绝稀有啊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我们能遇到啊，遇到我知道，我能认识。我要不全心全力来弘扬、来介绍，不认识的人很多。我介绍一般人能相信。至少我学佛60年了，讲经有54年。来推荐这个本子，人家有一点信心的。没有前面这个历史，人家不相信。我真干真学，万缘放下，每一天读诵，每一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一天8个小时。这在八正道，这是我的正业，我就干这桩事情。其他的那不是我的正业，我可以不要去做。真见你见到真谛，这个法门是真谛，这个经典是真理。真思维，为心无邪念也。念念在道上啊，我们是念念在阿弥陀佛，念念在极乐世界。心里想的。是佛陀的教诲，佛陀的本愿，阿弥陀佛未成佛的时候，法藏比丘，法藏的本愿，法藏的修行，法藏的成就。法藏的利益众生的大业，像这些，想久了就变成自己的了。想这个好把自己的德行、道业天天向上提升。想世间的是染污，是堕落，这两个对比自己要知道我们见到一切法，世间一切法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声闻缘觉一切法出不了十法界。大乘教里面一切法出不了阿弥陀佛的范围。
正见、正思维。啊，正语为言无虚妄也。这虚妄是广义的，啊，不是说妄语是虚妄，这里面含的意思很深。啊，要讲到究竟标准，那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都是虚妄的。啊，经典上这些话呢，也不是真实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为什么经典呢？它要是真实的，我们学了经典就往生了。为什么还要念阿弥陀佛呢？经典学得再通，不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。这就是说明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经典跟阿弥陀佛比是虚妄的，经典跟其他的比它是真的，跟阿弥陀佛比就不行了，那就是虚妄的了。啊，看跟谁比。啊，世间的言语，善比恶是真，善是真，恶是虚妄的。啊，那个善跟阿罗汉去比，阿罗汉是真，他是虚妄的。阿罗汉跟菩萨比，菩萨是真，阿罗汉是虚妄的。啊，我们一层一层的比。啊，经典也如是。啊，经典这个经典可以跟华严比，可以跟法华比。啊，但是真正要想成就，还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你不能不知道啊，你才晓得阿弥陀佛可贵呀。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人家骂你迷信。你要真正明了了，真正觉悟了，你就晓得，不是我迷信啊，是他迷信。啊，不会被外面一切境界所动摇啊！这真正没有虚妄。下面是真业，业是事业，我们现前三业的造作，起心动念意业，言语口业，身体动作是身业，啊，身口意三业，本尽善业。古印度称善恶，他们的习惯不讲善恶，讲黑白。黑就是恶业，白就是善业。啊，我们中国不习惯讲黑白，讲善恶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他们的白就是我们的善。啊，白净。净是清净的，不染污啊！白净是不染污，善业不染污才叫善业。这个善业不是善恶的善，为什么？善恶的善都染污，善恶两边都放下了，白净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体上。修行的总纲领、总的原则，清净平等觉，这五个字啊，
清净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。啊，清净是正觉，平等是正等正觉，觉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你看，它境地。无论修什么法门，这是标准。我有没有得清净心？这个很重要啊。得清净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他不叫待业了，待业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清净心先前不待业了。啊，如何得清净心呢？染净都不染。啊，我们离开新加坡的时候，到澳洲，写了两句话。除善缘，啊，除顺境。遇善缘，不生贪痴啊！这个很重要啊！你心保持清净啊，没有贪念的、啊。出逆境，遇到恶缘，不生嗔恚，这就清净心。啊，善恶两边都不沾，不被外头境界动摇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才行啊！啊，遇到恶缘，你起怨恨，错了。遇到善缘，你起贪念，错了，你堕落了，生怨恨，地狱，地狱的果报；生贪念，恶鬼的果报。你往下堕落了，啊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。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里考验的，自己要觉悟，觉悟啊！你是往上去还是往下走路？啊，经不起考验的就堕落了。堕落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很少啊！啊，怎样保持一个平常心？平就是平等，要保持平等心。啊，三十七道品里面讲断恶修善，什么是善呢？感恩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怨恨是恶。我们遇到这个人，他曾经对我一天照顾有恩，这一天不能忘记，要有报恩的心啊！他对我有一千天的恶啊，回报、羞辱、障碍、伤害，一笔勾销。
痕迹都不落，你的心才清净。心里头只有善，没有恶。善怎么样？欲缘起善心，不欲缘，连善的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什么念头呢？只有佛念，心里念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善恶统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样修行是你决定的去的，你能不去？非去不可。啊，善恶都会夹杂，善恶都会干扰，啊，搞得不好它变成障碍，啊，这一生去不了了，不能不觉悟啊！啊，所以说到严格的正业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正业。啊，我真信，我真愿意往生。啊，我真念佛，我念佛就是求生净土，就为这个。对。啊，其他的不是修净宗的正业。啊，今天我全为净宗讲。啊，第五真命，为依法起誓何名也？我们今天只讲出家人，出家人没有经营事业，啊，盈利的事业没有，那我们的生活是起誓啊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我们接受别人的供养，凭什么？在事实上讲，凭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别人是供养三宝，你是三宝里头的一份子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应该住世100年，但是80岁就走了，还有20年。这20年的福报，给后世的弟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灭度之后12000年，弟子不缺一时释迦牟尼佛的福报。我们想的是释迦牟尼佛福报，那出家弟子正业是什么呢？正业是儒教修行，弘法利生，这出家人事业。世尊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，这是佛门的事业。啊，所以你我们仔细观察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？搞教育的，一生搞教育。现在把它搞成宗教啊，这是我们后世弟子对不起本师啊，它不是宗教啊。啊，宗教里面第一个条件，要有一个造物主，要有个真神，佛教里都没有啊。
佛教说这个万物，宇宙万物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。无明不觉生三细，阿赖耶出现了。境界为缘，长六处啊。他说宇宙是这么来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哲学。啊，这几百年来，科学家、哲学家就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算是有成就。啊，最近30年，就80年之后，啊，量子力学家真的把这个根源眉目找到了。啊，他们是从物质搞起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把物质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我们这个经上说的，这个念十乘理观上，啊，第一观开头就讲到。宇宙一切万法不出色性而法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不是属于色，就是属于心，这只有两法。那色从哪里呢？色由心生，心生的色法了。归纳到最后呢，全体实心啊，色从心造啊，全体是心呐。啊，那么这一句话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了，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样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佛菩萨对于忤逆施窝毁谤佛法的人都爱护，为什么？一体。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？他迷了，他没有觉悟啊，他觉悟他不会做啊，糊涂了，一时糊涂啊，他会觉悟的，他不会迷到底啊。为什么呢？觉是真的，迷是假的。啊，起心量然说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所以，地狱众生，他也有一天会成佛。啊，不觉没有本来没有嘛。啊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所以他一定会回头。他是好。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了啊，我常常勉励同学，你真想到极乐世界，那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？看待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阿弥陀佛的恭敬，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恭敬，这样你才能见佛。为什么佛是这个看法？我跟他同样看法。佛是存的这个心，我跟他同样的心。啊，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哪有不志同道合的呢？啊，这真学佛了。啊，无论他干什么坏事，我们心目当中他真的是阿弥陀佛，他自己不知道。这话真的不是说我们比作不是的。阿弥陀佛是，我们知道是自信呐、啊。
是发性的，这个名号是自性的名号，翻成中国就是无量觉，是发性的德号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就是说一切众生皆由无量觉啊，只是他现在迷了，他不知道他有无量觉。那我们过去也是迷，现在搞清楚了，搞清楚就不再迷了。对于所有迷惑人，我们心目当中对他恭敬、礼敬、祝福。啊，他做的善事我们赞扬，他做的不善不放在心上，更不能放在口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学佛，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所以正命，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，世主一粒米，大愚须弥山。精神不了道啊，皮毛带脚环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既出家了，享受释迦牟尼佛白毫光中这一份供养，就是释迦牟尼佛20年礼佛宝，我们享受他的，要受用的真的，我们的真干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这供养应该的。你可以接受，不能往生就不行啊！不能往生，来生来世皮毛带脚环啊！你接受多少供养，你都要还多少啊？负债呀！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债一笔勾销了，这佛供养。的证明，所以依法起誓，我们今天还是依法起誓啊，不依法起誓的有，我们看到了啊，但是个人有个人的果报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批评，批评有过失。第六，真精进，为修筑道恨，无间杂也。啊，这真精进啊，我们修这个法门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个间杂就是夹杂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真精进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！啊，正念为专心意念善法，在静中专心意念弥陀，啊，专心意念极乐世界。啊，如何去意念弥陀，如何意念极乐世界，都在这个经本里头。啊，所以我们每天想经本上这些教训，经本上所讲的这些理事真相，这都是属于正念。这些正念有好处，帮助你断除疑惑，断疑生信，断疑开智慧，
啊，让你的信心、愿心天天增长。啊，让你在修行功夫上法喜充满。啊，真正契入境界。啊，虽然身在这个环境，依然是清净无染。无异于极乐世界，你有能力呀，不受外头六尘境界干扰。啊，像宗门大德开悟时候所说的，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清净的。啊，所有境界，善的不善的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地确实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这句话重要啊！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啊，这个人与我有缘。那个人如果有恩，都不是真的。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也不是真的。讲到最后，连十宝庄严图都不是真的。真的只有一个，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净土是什么？自信的，所以修行成佛，最后回归自信。啊，我们从自信迷了自信出来了，转了一个大圈，转到最后回归自信。那这个大圈，这个大圈是一场大梦啊！回归自信是梦醒了，梦里的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这个道理要搞通啊！啊，你才真正能得法喜。啊，真正慈悲心生出来了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前几年我们常常说的，跟不同宗教往来啊，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。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啊！这不就是极乐世界吗？极乐跟娑婆没有差别。就在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真的要转过来了，娑婆无异极乐。念头转不过来，极乐世界去不了啊，没份了。后面真定，为一心住于真空之理。这是真正的真谛啊！为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无为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为什么？自性本定，
不定，就是自性迷了。自性要觉，它是不动的。啊，它没有一念头，一念不生呐。一念不生是真心，一念不生是真诚。啊，一念不生是真的诚心。啊，有二念就迷了，有一个念头起来，就一个有念，一个无念，变成二了，就迷了。一念是觉，二念是迷。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回归到一念，我们把能力所有一切集中在一句佛号，我都归一句佛号。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在那边听经修行，到最后连这句佛号也不见了，那就完全觉悟了，你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还有这一念呢？回不了常寂光，在十宝庄严土啊，发身菩萨了啊，这一念没有了，就回常寂光啊。其实，在十宝土那个念没有了，念的习气在，习气没断，习气断了，十宝庄严土不见了。啊，只剩下常寂光。常寂光，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根源，宇宙从这来的。啊，所以在佛法讲，宇宙是谁造的？是你自己造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真的。啊，什么造的？念头造的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念力的能量要能够集中，集中在善的这一点，对自己身体可以治病，什么病都能治好。啊，不需要用医药。念头啊，对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什么样的灾难都可以化解。念力啊，佛在楞严上告诉我们：水灾、贪婪、感应啊，海水上升、海啸、贪婪啊，火山爆发。地球温度上升，尘会感应；风灾愚痴感应的，地震傲慢感应的，啊，山崩地陷怀疑感应的。你看，贪嗔痴慢疑断掉了，这五种灾难没有了。五种灾难对应在自己身上，就是五脏六腑。各有对应点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妙诀了、啊、不但可以救自己，也可以帮助众生。好，今天我们把这个八正道就说到此地。